十字架山是立陶宛北部城市西奥利埃的一个朝圣地，其确切的起源无人知晓，不过都认为第一批十字架是1831年11月立陶宛人反俄起义后放置在从前的一个军事掩体处。几个世纪中，前来朝圣的天主教徒在这里安置了许多十字架以及巨大的苦像、立陶宛爱国者的雕塑、圣母雕像以及数以千计的小型雕像和玫瑰金。目前十字架的数量据当地估计大约有50000个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1993年9月7日，教宗约翰保禄二世到访十字架山，一年后教宗将一座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送到十字架山纪念，从此便成为立陶宛一个重要的地标和神圣之地。Thank you.